我男的人我们不要上班，我们上课。烧恩皮湖水是透明的，对，很清澈这样。所以我们以前很喜欢来到这边，然后就走到湖边去坐着看湖，因为湖下面是一个水下大花园，因为它有各种颜色的水生植物，黄的、绿的、红的都有。烧恩皮以前其实教室下去像这个斜度，然后就一直接到湖里面，对，一直接到湖里面，然后湖里面也是。很平缓的一个斜坡一直下去啊，因为后来被人家挖过了，所以现在商业体第一个跟陆地是有一个堤防隔开的，然后第二个是以前的商业体就是那种天然的湖泊，它是一个陆地斜到一个程度以后变成水，然后慢慢浅浅的变深这样，一直到两公尺左右的深度的，那后来被人挖，所以现在湖边是。垂直的下去的，过去没有叫这些东西，就因为我们人的需求去把它改变了。以前水很透明，草太多哦，想说把水草清掉，但是那些水生植物其实有全台湾只有这里有的，还有全世界只有这里有的东西。那清掉了以后，想说只剩透明的水，其实会更赞啊，只是更像镜子嘛。没有，水生植物清掉以后，水就浊掉了。那因为水生植物其实它就是天然的净水器。像我们以前很喜欢在湖边坐，就会发现，我水草不见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坐。我们坐的七星瀑区，不止植物自己有回来，然后也有动物会来利用。那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成果继续把它扩大。所以今天就是要请大家帮忙，再帮我们湖畔去挖新的，我们叫做梯度富裕的，就是把坡度减掉，然后把它变成是。湖边的一个庇护池。等一下，那个对，忘记介绍介绍好，因为刚才一开始就讲，我是双眼皮生态教室的阿福啦。所以等一下我会带队带大家走到我们的富裕区。那这个是海苔哈，它会压后。啊，不过你不要自己迷路了哈。好，好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往庇护区移动了哈。其实水里面的所谓的杂草会比较少，那个我们要富裕的植物，它会比较容易生存，那我们维护它的力气也花的比较少，所以会希望现在我们这一块就开始挖，然后挖到比这个湖水。其实，以理想是希望比它低一公尺，才会整年保持有水啊。当然那是理想了，今天不见得挖得到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这边这一区，然后到树到树之间可以挖这样，都可以往下挖啊。先不要挖到这边，因为如果是这边开始挖，它水就会渗过来，渗过来就更难挖，土含水就会很难挖。所以这个阶梯要把这边挖成一个可以蓄水的池子这样子。那差不多完成以后，我们会挖通让湖水进来，然后在里面让它长一些原来双眼皮的重要植物，那就变成我们的一个庇护池这样。太黏了。你准备来吗？而且我们要那个 slow motion， 我帮你们找一下助理好不好？对。妈，我们不应该要累积性吗？那个本来是铲子，后来变怪兽。这个打光组也要找一下。我回去要帮你们开美机。给我们那个苹果光一下。然后自然天然的天然的。而且那个双下巴帮我们修掉哦。好，我帮你们上马赛克比较快，修我不会。好啊。
天比都三套衣服，好不好？学聪明。我没办法，我是直接被拉上来。下面哪来哇？他就讲说，我就可以帮你转建地啊，你盖房子什么都可以了。可是法规根本没有这一条的保障，那他们现在都用这种术语，让农幼时农民都可以选择他的农地权利。那不进去啊，那年纪大呆了。但政府如果说，加油！哎，如果下雨。他那边很累，差不多的牛肉吗？每一次的音效都不一样，那个音效比较出力。好大的那个，刚刚那个说的那个树啊！这个湖是要变成一个爱心的状形状，有点像啊，有那个音效出来了，对啊。这个再尖一点就是。以后就变成荒野的观光圣地，爱心湖。澎湖有双星，爱心。那这里是不是要列纪念碑，要打我们的名字？对，那个。纪念碑是壮烈牺牲，是不是？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嘛，对不对？是因为这个吗？先放起来看。百年之后啊。男女。哇哇哇哇！已经。就是这一去以后，就是会变成沼泽。来了。好，发出来，需要救援吗？标题来写即刻救援，即刻救脚。先不要动，大家先拍照特写一下。拿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放肆的挖了、啊。有一只金虎虫，脚是拔得出来啊，等一下哦。不大对劲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有？怎么还有？等一下，这是等价交换的概念，你出来放我进去。这样我应该要救你吗？没有，你再下去我就会出来。然后另外脚下去了。虽然现在是鬼月了，刚刚。啊，有。抓交替。这一次虽然蛮辛苦，可是做了以后发现有付出还是有机会救一些东西回来。很漂亮，真的很震惊！做工的时候不就是需要这种？对。那个程度还是可以乱。对。连把麦买进去都讲。回去的影片拿出来放，就后悔自己在讲一些有的没的。